昨天晚上我挺激动的哈，半夜就醒了，一直想到5点多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。里面这是合适。Hello， 小哥。别别早上三娘 ，Hello。弟弟好，你好，啊，大家好，好，就是那个渣男，走，我在这儿呢，那不是 ，Hello， morning， 哎，走，嗯，大家好，好久没见，牛年大吉，牛年大吉，哎 ，Hello， 好久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好久好久，咱们每次也好，一夕会友，你们俩在爱情上面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，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决然的主？你好，一直没有联系，把时间定。好，加油，给你。好的，嗯，导演你好。嗯，哎呀，我那词儿在那玩儿，在那玩儿。人家题目他都不看你。对，你不理我，雷丝都也不理你。老想干个，就这别走，来来。来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你是发烧。太好，都能来你这儿来演好了。原来我们每年就是以戏会友，是的，是的，每年想大家了就来来来来，咱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团聚的一个对对对，是一个好演员就是爱心中的异性而不爱心中的自己。你这时候要演到真的，越真越好，就让观众看着都被吓了，以为他们可能真的是误食了他们的坏东西。嗯，一定不要演炸。刚才那个打分拿得太高了，这样挡你时间点。一扫，他去瞪了你一下。你要是敢耗，我马上就离开华亭县。比较敞亮了。对。你看他的眼神是带有一点牵挂的那种感觉。你在这干嘛呀？找到了唐凤。刀剑无痕，千里难安。先用手机让他们再走一下，我们让手机先跟一下。好，然后看啊，给他。五张。看看他们，想跟他们说话，但是他们都特别专注的在。那你干嘛呀？你们俩都冲出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和服呢？我就哎，知道原来我的死穴是你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可能有点喜欢。说，撵他就撵他，要要要！说的蛮有道理。正好船走过这个桥洞的时候。就是脑子里头在想着一个你最恨的人，盯住，盯住，盯住。有偏激，把那个黑衣服轻点儿，低头，走，不看住。这爸爸说还是放了个屁。哎，颜面尽失，颜面尽失。你绝不会为了别人的议论而低头。